在浪漫之都巴黎，设计师则是把巧克力变化成时尚，模特儿一一走上 T 台，身上的洋装或者晚礼服看起来高贵又精致，实在很难想象那不是布料而是巧克力。把可口诱人的巧克力穿在身上，不懂会不会有女孩忍不住掰下裙摆来吃呀。